是 Sammy， 我是 Mondesa 的创办人，也是一名健康饮食与营养治疗师、催眠治疗师和虹膜师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关于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繁忙在现实生活中啊，所以呢我们人们呢常常忽略身体给予的一些警告跟提示，然后以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啊、小痛啊，我们没有去理会它。那其实呢，一直到组织器官出现了问题过后呢，到时候你发现已经是太迟了。那我们的身体给予这些提示呢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毒素所造成的。那我们常常呢，太多人呢都有毒素缠身的问题。那什么是毒素缠身呢？那毒素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它给予你身体的器官什么提示让你知道呢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如果你的人体有四高的情况，包括什么呢？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糖尿的时候，还有高体重的时候，这是毒素缠身的其中一个征兆、哦、那还有呢，你的不当生活跟饮食习惯，包括偏食、常吃煎炸食品、常喝人饮，还有在高辐射的工作环境工作，然后吸烟、喝酒、情绪不好、常常骂人，还有失眠，这些呢也是毒素缠身的征兆。还有什么呢？包括你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，怎么说？就是你的体力下降，然后皮肤瘙痒，还有王克症，皮肤暗淡无光，便秘、尿频、肥胖症、大肚腩、体臭、口臭、感官功能衰弱啊，还有月经不调、肌肉和关节疼痛，这一些呢都是毒素缠身、苦不堪言的一些征兆。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会忽略这个事情，觉得说头痛就去吃头痛药，脚痛就去医脚，那其实一切都是源由毒素缠身。那今天呢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？就是这一个 Amico 是我的好朋友，肝胆相照、肠胃相依一辈子的好朋友。 Amico 是 Mondesa 创办的产品，那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就能够帮助你排出毒素，疏通你的肠道，然后可以溶解你的脂肪，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。最重要就是 Amico， 它除了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毒素排出来之外呢，它同时有补肝、补胆、补肾的功能。 Amico 它就是长成这个样的。后面这个呢就是4年前的我，当时我36岁，那当我开始懂得了排除毒素，把毒素赶出体外过后呢，我10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减肥成功、瘦身成功。那直到现在呢已经4年了，我保持我的体型跟我的不是保持，应该说每一天比一天更年轻、更有活力。今年我已经40岁了，所以呢在这里呢非常的大力的推荐各位一定要懂得排毒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会建议你说 Amico 这个多功能的排毒宝，它目前为止是最值得信任的。